بينما أصبح ثقافة غوفونغ تحظى بشعبية متزايدة، أتاح ذلك فرصاً جديدة لتطوير الأسواق الثانوية مثل خانفو والديكورات والحلي الصيني التقليدية. 我是直播汉阳汉服体验馆的汉爽，然后我是这家店主。那么我们店呢，实际上是以这种汉服租赁，然后外加一些纪念品销售，然后还有做这种妆容造型，还有旅拍这些项目为主的，主要是为大家提供一个穿越的全套服务的这种体验。那我们也是一个新店嘛，我们开这个的呢，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汉服文化，让更多不懂或者想去了解但是感觉难度比较大的这些喜欢汉服的这些小同胞们，能够很快的去进入到这个角色。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种古代的文化，然后又有两个得力的助手。 然后，所以我们三个就决定开了这么一间可以把那个想法全都具体化的这么样的一个店。原创的手作有一些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但有一些是我们考究了这个古人他留下的很多很多的这种图案，然后去进行一个缝制的。然后最开始是做瓷器店，然后后来发现在瓷器店里有很多人会坐下来喝杯茶，跟我聊聊天，所以我就想着要不然找一个场所。 可以给更多人提供这种喝茶聊天的地方。于是我们就找到了雍和宫这个四合院。在这个小院子里呢，我们当时的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一杯茶能相聚一次，而且是能很放松的。所以在设计的过程中就没有把它做的特别的古风或者是特别的现代，而是把现代与古风进行了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巧妙的结合。 让人感觉已经院子像，哎，姥姥家或者爷爷家的院子，非常的有亲切感，并且能在这儿快速的放松下来。